你这么做的话，不抛弃我是什么？我们在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，你这么做就等于是抛弃我。如果妈妈你非要这么做的话，那我就一个人去黄龙山生活。明珠，哎呀，我是觉得你付出了太多了，你太辛苦了，妈。 如果你抛弃我的话，那我就更加辛苦。早知道这个样子的话，为什么不是在爸爸去世的时候你就把我丢了？为什么要等到现在？为什么要等到现在啊，妈！明珠，我对不起。 有件事情想咨询一下，你说这个 DNA 检测报告会有错吗？啊，不是的，是我认识的一个人做的。哦，我以后再给你打电话。小乔，你回来了。啊，回来了。 你怎么那么累呀？没事儿。哎，妈。啊。你有时间吗？我想跟你聊一下。好啊，来坐。妈。嗯。我想跟您说声对不起。
因为前段时间我做了一些事儿，伤了您的心。您说的对，我和梦洁是您一手带大的，这么多年您也辛苦了，劳力了，而且您一直都真心的在对我们好。你的意思是？但是妈，您听我说完。 您知道我为什么最近特别不开心吗？因为你一直在找叫婷婷的那个孩子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偶然一次听到您和小鱼的谈话了。说实在的吧，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，我心里特别的难受。现在我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办公室。 我爸只要不开心，就开始打我、骂我，说我没用。如果连您现在也开始不关心我们在外面，小乔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这些。自从我失去孩子以后，想过要自杀，是你爸爸救了我。 在医院照顾我的人，也是你爸爸。妈，咱不说以前。如果说要说以前的话，我和梦洁的亲生母亲也已经去世了。但是梦洁一直把您当亲生妈妈一样，这难道还不够吗？你为什么偏偏还要去找一个已经死掉的孩子呢？小乔，不是那样的。妈，你不用跟我解释，你也不用考虑我的感受。 我无所谓，反正我现在已经是我爸不认可的儿子了。但是我请求你，多为梦洁着想一下，行吗？梦洁可是从小把您当亲生母亲一样，发自内心的爱。如果这个消息她知道的话，您觉得她会有多痛苦，多难受吗？还有我。 我其实一直想成为妈妈值得骄傲的儿子，但是您知道我现在这个家多孤独、多痛苦吗？小强，对不起啊，是妈太自私了，妈以后不会那样了，妈以后会好好的照顾你们。 疼爱你们，爱护你们。对不起，小强。嗯，师叔啊，最近都在忙啊。 也没给你吃个饭，所以今天想跟你吃吃饭，聊聊天。是啊，我也正想找您聊聊呢。董事长，有个事情我想问一下您。说。就是李超他们现在开发这个电器项目啊，当然我对电器这一块也不太了解，可是我觉得这个项目就算我们能拿下来，也很难用在现在这个大厦中啊，时间上来不及。您怎么想的？为什么一定要拿下这个项目呢？ 这事你知道就好了。他们现在开发这个项目呢，是以后所有建筑大厦必须通用的设备。那您的意思也就是说，其实不单单只为了这次这大厦是吧？是长远的考虑。明白了。 是吗？你是为了要把民族给找回来，所以才问的，是吧？不是，我就是好奇，随便问问。张磊，嗯，知道我为什么一直要你在我身边吗？为什么呀？夏强这孩子啊，他欠缺很多，所以我希望你能够留在他身边，好好的辅佐他，做你该做的事儿，尽你该尽的责任。 不要去想到那个一把手的位置。
我明白。这样的话，你和你父亲一直以来的辛苦，我会全部补偿给你们，明白吧？我明白，董事长。啊，我再强调一次啊，一把手是绝对不可能。如果有任何迹象让我发现的话，我不会原谅你的。瞧您说的。来，董事长，您尝尝这个，他们家的招牌菜，金牌石榴果。哎，别忘记了今天的菜名啊！记住我跟你说的话。哎，啊，这，哎，也是一个金牌石榴果。吃的时候啊，那阿姨跟我说鱼汤最补了，给浩宇补一补。你不要欲擒故纵嘛，怎么了？这招不使了？哎呦，所有有技巧的招数那都不适合我，我就适合直来直去。行了，你会煲鱼汤吗？没问题。啊，汤素。啊，这是什么呀？别动！不要。给浩宇补肾的，哟，又给他煲鱼汤，又给他喝补药，还给他洗衣服，你这是要搞什么名堂啊？我的衣服！啊，完了完了完了！哎呀，哎呦，怎么办？佩服你。回来了。啊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哦，嗨呀，反正是洗衣机洗嘛，我洗衣服我就顺道帮你洗了，不用客气。有些衣服是手洗的。哎呦喂，这怎么有颜色能跟白的一块洗呢？你瞧这成什么了？这都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快忙去吧。你找了一个心灵手巧的女人。哎呀，快去。你有没有常识？有没有常识？哎呀，其实我就是现在对家务活还有一点生疏。哎呦，这是生疏吗？啊，是生疏吗？你是生气了吗？你是在跟我发脾气吗？你知不知道，我早上起来天都还没亮，我就去早市了，我就想做点东西吃，给你补一补。现在还给你炖着鲫鱼呢，鲫鱼，鲫鱼啊，我的鲫鱼！这衣服都让……林静兰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干嘛？你说我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我在治鱼啊。谁让你治的？我看那儿放着鱼，我就吃了。那你不问问是谁的？你是饿死鬼投胎的吗？这上面也没写名字呀，真是！住口！这是什么中药啊？你干什么？这是我的。不是，咱们都住一个屋檐下，你为这点小事计较，你至于吗？小事儿，我从一早晨起来，天还没亮就去市场买菜，又煲汤又熬中药，难道是为了你吗？不过话说回来啊，你这补药不错，你怎么打我都不疼了。不疼是吧？不疼。哎哎哎！啊！我的补药，我的鱼汤，我的衬衫，哎呀，我的好鱼啊！今天啊，来晚了，你们两个一定要跟我好好的喝一杯。好啊，知道了。怎么了？这么晚了？你们今天先回去吧。怎么了？不是说好好喝一杯的吗？就是啊。
我今天突然不想喝了，啊，回去了，回去了，改天再联系。嗯，好吧，好吧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石，石，哎，江磊，孟杰啊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啊？来来来来来。我说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喝酒啊？因为你啊。我？我又没有做什么。是，我知道，你什么都没做，是我想太多了。我江磊就是个司机的儿子。你不一样，你是老板的女儿，你从小到大你的位置都在这儿，而我呢只能在这儿。不管我有多爱你，我知道我都配不上你，更何况我还有个谈了十几年的女朋友。这种事情是任谁都无法接受的。哎，那又能怎么样？那我还喜欢另外一个人，喜欢了更长时间呢。你笑什么？江磊，我问你，你跟燕明珠到底发展到哪一步了？啊？你觉得我们发展到哪一步？你的心里到底是不是还爱着燕明珠啊？孟杰，我现在是不是还爱着叶明珠，已经没那么重要了。重要的是，我们俩是不是真的能在一起？脏啊你！这有什么关系？来来来，擦擦擦擦擦擦。嗯，不用，你知道这个拿什么洗的吗？都是大锅水洗的，很脏的，还没我的手干净呢。哎呀，你这手上有细菌，你不知道吗？不干不净，出来没病。哎，你说我是不是有病啊？啊，怎么会喜欢你这样的人呢？你也同意是不是？哪有女孩子在男孩子面前这么吃饭？真是的。喂，在干什么呢？能干什么呀？做呗。
哇，这么可怜的啊，这大晚上的还需要工作啊？哎呀，明珠啊，我这里就太爽了啊，这海风吹着可凉快了，要不要来我这里玩啊？超哥，我都能听见你那牙发抖咯吱咯吱的声儿，还爽舒服。说吧，什么事儿啊？哎，我说的是真的。在游艇上看天啊，这天上的星星啊，哎，就比别的地方多。哇，这一闪一闪亮晶晶，哇，那个是什么？不会是月亮吧？怎么会那么大那么圆呢？啊？我怎么听天气预报说今天晚上有雨啊？白星星和月亮？怎么可能呢？这你那边的天气预报不准吗？啊？我这里可是艳阳高照哦，不不不不，繁星点点的。说重点吧。哎，明珠，明天要不要一起出去旅游个什么的啊？我都能想象得到，咱们两个被淋得跟落汤鸡似的，在那瑟瑟发抖。你说那样子得多可笑啊！还远足呢？怎么会呢？说了明天会是个好天啊，而且是百年不遇的好天气。既然你那么想远足的话，那也行。真的吗？你不会骗我吧？那那那，说好了啊，君子一言驷马难追，你可不许反悔啊。嗯，但是呢，所有的事情就得我们两个一起做，一起完成，怎么样？那肯定的，我绝对在你身边啊，你干什么我就干什么。游乐场吧，游乐园。对啊，当然是游乐场啦。我特别想坐云霄飞车、跳楼机，还有什么……等。哦，我说呢，你在这儿等着我呢。啊，你故意的吧？你明明知道我恐高，不能玩那些刺激的，咱们可以换点别的，比如说什么跷跷板啊、旋转木马什么的啊，行不行？怎么啦？害怕啦？反反复复往上往下挑战极限的话，那就不会害怕了，说不定你连恐高症都可以治好。反正这次远足的意义呢，就是挑战恐高症的极限。哎，你真是，明珠啊，咱们就换一个，不去游乐园，咱们可以去，咱们可以去啊，唱歌啊 ，KTV 啊，啊，反正就这样了。远足就是去游乐场，电话费挺贵的啊。就这样，拜拜。哎，等，还有一件事要跟你说呢。啊，说。不要只是瞪着眼看着电脑，看那些线路图啊。这电脑的屏幕啊，它会辐射，它会损坏你的面容的。要学会劳逸结合，知道吗？啊。废话。喂。咦，哎，多说几句话会死啊，那么急着挂电话。对啊，就说你呢，一点都不懂温柔。下乡投资的那个工程吗？这怎么回事？是的，董事长，北湖市发生了台风，工程基本都被摧毁了。到目前为止，人员伤亡数和损失金额都还不能确定。哎呦，下乡呢？好像出去办事了。北湖的工程，我说要中断，为什么就没中断呢？好的，我知道啊。好，先这样啊。董事长，情况不妙啊，飓风正好从咱们工地经过，损失挺大的，人员上也有伤亡。董事长，出事了，看新闻了吗？怎么会出这种事儿啊？出了事儿才大呼小叫，早干什么去了你们？
现在的意思是在责怪我这个顾问吗？早在北湖工程刚一开始的时候，我就是持反对意见的。我早就说过，那里的地质同样存在问题，没有人尊重我的意见。能算得出来损失多少了吗？啊，由于投资的情况还不太明确，所以我估计具体数额算不出来的。但是因为这个事件让集团的信誉大打折扣，投资人都打来电话问了，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。那现在的意思就是说，工程完全停摆，损失无法挽回。一开始我就说这工程不能做，不能做，非要做。把夏夏给我找回来。别装，夏强，你怎么来这儿啊？找我啊？哎，这叫我出来干嘛呀？啊，有事说事，赶紧的，忙着呢。听说你是利用李超的关系进的电气设备厂，什么叫利用啊？啊！再说了，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李超他们现在在开发新的电气设备，这事你知道吗？什么电气设备啊？不知道。我想，你一定是被逼的才到他那去的。那，这个先拿着。这什么呀？这无功不受禄，你想干嘛呀？这个你就先拿着用吧，以后你就知道了。哇，北湖市发生台风，这也太可怕了。哎呀，正所谓人在做天在看，这损失惨重啊。要不然咱们回公司去看一趟吧。去看什么呀？去看热闹吗？我们是去幸灾乐祸呢，还是去找倒霉啊？这件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，这了解的再多也只会徒增烦恼。说的也是，的确也帮不上什么忙。可是这一次鹏达集团的损失真的很惨。记住，是把你解雇了的鹏达集团。你要闲着没事啊啊，多关心一下配电箱的图纸吧。是，我一定在吹牛导师的带领之下认真努力工作，一定不辜负您对我的希望。行行行，少废话。喂，你好，夏董事长。董事长，叶小姐来了。哎，请她进来。请。哎，叶明珠，来来来来，坐坐坐坐。董事长，听说北湖的工地受到了风灾，没影响吧？哎呀，那不关你的事儿。坐坐坐坐。那您找我有什么事情吗？我今天找你来呢，主要是想让你重回公司，让你复职的。这，怎么了？不愿意啊？啊，可是我已经被江经理辞退了。啊，是，那江经理他那么决定是个误会，他可能觉得跟你在一起工作了，他会尴尬。不过你放心，
我既然把你给找回来呢，我会把你调到别的部门去了。哦，那倒也不用，董事长。在鹏达集团工作，我最想待的地方就是技术部门。为什么非要待在技术开发部呢？因为技术开发部的技术性很高，我可以学到很多东西。嗯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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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江经理那边的事儿，你就不用担心了。 只要你愿意回来，公司任何一个部门你想去哪你就去哪。嗯，真的吗，董事长？当然真的。啊，那太谢谢董事长了，真的谢谢你。不用谢谢我啊，是鹏达要谢你。啊，鹏达需要你，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就直接找我。啊，我一定会努力工作的。谢谢董事长，谢谢。啊。 加油，加油！那我先去工作了。北湖工程那我们不负责管理，我们只投入技术。好的，好的，好。嗯。叶明珠，你怎么来了？好久不见啊！您最近工作的还顺利吗？ 你觉得我们现在工作还顺利吗？江经理，江经理，哎，别走，把这个给我算出来，我需要用。是，快点啊！好。江经理，来了。嗯，董事长让我重新回来工作的。我听说了。目前这儿也没有什么需要你做的，专心做好李超交给你的事就行了。 谢谢，请慢用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那阿姨，我就直说了啊。嗯，我听说我父亲生前曾经把一本备忘录交给了刘浩明博士，我想问问那本备忘录现在在哪儿。浩明去世以后，我神志不清，迷迷糊糊的，遗物的整理。 好像是夏鹏飞做的，回头我就问问鹏飞。哎，你怎么突然问这个？啊，我就是想多了解一些我父亲生前的事儿。董事长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都要把电器设备厂弄过来。 把叶明珠雇好啊，全力支持他，把智能控制系统开发出来。明白。哼，怎么样？都别客气啊，都放开了吃啊，别客气，我请。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这是。嗯 哇哦，哥，这也太丰盛了吧！哎，哪来的钱啊？这不还没到月底呢吗？没发工资呢吧？啊，是这样，那个李超他爷爷这不是使唤了我几周吗？我呢表现的又特别好，所以就给了我些特别奖金。真的假的呀？真的。 也就是说，哥想明白了呗，以后就得好好工作，天天向上。那工作是必须的，认真啊！我告诉你，不是我吹，我现在是那儿不可或缺的人物，真的。他们不经过我这双手，他们都没法完成工作。不可或缺啊？就吹吧你。妈，我没有吹啊，妈，我呢以后会慢慢的承担起咱们家。金珠呢，好好上学啊。 将来你想考博士就考博士，想出国咱就出国啊，学费也甭操心，我来。哥，这话在你嘴里说出来，我怎么能不习惯呀？此时此刻，我是不是得泛出那种感动的泪花？我都感动的泪花，不是我。哎，哥，既然这样的话，那就拿出点诚意呗，给点零花钱。行，零花钱嘛，真给。给你，拿着花。才拿。
你200啊，那些呢？这买单。行，我哥第一次给我零花钱，比没有强。啊，以后每个月都给你零花钱。说到做到啊。啊。妈，我是这么想的啊，以后呢，您就别出去摆摊了。说的跟真的似的，我不摆摊吃什么呀？你们吃什么？你说。那您看我这样，以后呢，我把每个月挣的钱全给您，上交给您，您保管，好不好？真的吗？真的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我不是在做梦，你就是吹牛吧你？我没吹牛，怎么就做梦了来？我掐你身上。哎呀，疼啊！行了行行，吃饭吃饭，多好的菜啊！来，吃这个。吃肉。哎。啊。我问你啊，你真的是像李超说的那样？升职了，妈，不是说了吗？别提李超这人，那个回头跟明珠说一声，他不想干了就别干了，省那李超天天黏着他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看着那李超，我就烦了我。行行，来来，吃饭吃饭吃饭，来，别，来儿子，敬你一个啊，越来越好啊。哎，哥，每个月零花钱啊。好的。啊。行了。哎呀。吃饭吃饭。我说你是怎么想的？你还要回鹏达集团上班吗？是的。简直是悲哀！我说你就没有一点自尊吗？啊，你为什么还要回到那个炒你鱿鱼的公司？你就应该毫不客气的回绝他。你干嘛这个样子嘛？是鹏达集团夏董事长给我打电话的。再说了，现在也是公司最困难的时候。这夏鹏飞跟你很熟吗？啊？这鹏达集团有困难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回去了公司就会好起来吗？明珠，你还是跟我一起工作吧啊！这样，工资我给你加倍。你不是说你的公司也有一点问题吗？给你发工资还是发了出来的。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也替我打抱不平。可是你也知道啊，进入鹏达集团是我的梦想，我为此也付出很多的努力。难道你就愿意在江磊手底下工作吗？你别忘了，是他把你给炒了的。你回去干什么？这跟江磊没有关系。难道以后有江磊的地方我就不去了吗？你不是告诉过我要勇敢面对？我们软弱给谁看呢？所以说我回鹏达集团就是要认真工作，在鹏达集团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。那我们一起研发的那个配电箱你不管了吗？没有说我不管呀。哎呀，明珠。你还是跟我一起工作吧，你去鹏达集团会被他们欺负的。超哥，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你别担心我，我回去鹏达集团工作的话，我也可以一起跟你研究，这两不耽误。行行行，我说不过你。那你就是同意了？那我就当你是答应了。回来这么早，梦洁，快里边请。叔叔，哎，梦洁，你今儿来有什么事儿吗？小磊还没回来呢。啊，叔叔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吃饭啊？我妈不是说了吗，让你没事就到我们家去吃。没事了，小磊还没回来，我呢一个人。凑合俩菜吃，喝点小酒，挺好的。那一个人也得吃得好点儿，别吃得这么简单呀。那，这是我给你买的，记得每天都要吃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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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买这么多东西啊你。啊，对了，对了，还有这件衣服啊，是我特意给您挑的。啊，那快穿上试试。哦，梦洁，看看你到底喜不喜欢。你这买的都是名牌啊。哎呀，梦洁，只要是你买的，我都喜欢，谢谢你。先生，您回来了。回来。哎，夏强回来没有？没有啊，他没在公司吗？
没有啊，打电话也不接的，跑哪儿去了？鹏飞啊，嗯，我问你一件事情。什么事儿？对他父母的事情一点都不了解，也怪可怜的。那些流过的泪，痛过的心，像一道流沙划向深渊，我淹没在这夜里，沉入海底，缘分它输给了命运，渐渐远去，来不及说爱你，来不及拥抱你，来不及擦去泪水，来不及说声想念你，来不及说一句珍重，来不及有你在怀中，来不及说一句祝福，说再会。来不及擦去泪水，来不及说声想念你，来不及说一句珍重，来不及拥你在怀中，来不及说一句祝福，说再会，来不及说爱你，说再会。